超多的，好笑，数量好恐怖，哇塞！还有碰到一条红鲤鱼，酷的。阵地，还有棍，那边应该是红鲫，有少部分红鲫。该大的，大的不？唔知，不知道哎，可能大的吧，鲤鱼吧。Dendra No. Dendra. Do you want? Pichu. Dendra. Mantap. Okay.他们没有路啊，他们应该是走过去的啦。那还好啊，那下面那边不会很深啊。外劳不会怕冷的。他们应该习惯了吧。
到那个鲤鱼，超好吃，那一条鲤鱼看看完蛋，那边吃掉。今天风很大，所以小搞搞，而且又冷，变天的，那鱼的那个食欲不太好。有机会再继续来调查吧。那我们下回再见了，拜拜。